日本海这两天很热闹，五国军舰齐聚，美日韩联合演习之际，中俄军舰长驱直入，主打一个硬碰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日本海这地方虽然不大，但最近可是相当热闹，五国军舰齐聚日本海。前两天中俄两国同时宣布准备在日本海海域进行北部联合2023联合演习。我当时就在想啊，日本看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呢？美国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果不其然呢，这中俄联合演习还没开始呢，美国、韩国、日本三国就先下手为强了，率先在日本海开始了导弹防御演习，声称是为了应对来自韩国北方邻居的洲际导弹威胁。美国和韩国确实有这方面的顾虑，但在我看来，这绝对不会是这次导弹防御演习的唯一原因。更关键的是，日本很可能是想拉着美日韩同盟跟中俄两国来一次硬碰硬的较量。但出乎三国意料之外的是，中俄的反应也相当迅速，下一秒中俄的军舰就进入日本海了。先说下美日韩同盟这边，最近朝鲜半岛的局势确实很紧张，几乎是到了核战争的临界点，与欧洲的俄乌冲突不相上下。而且要知道的是，朝鲜战争可还没有打完呢，双方都只是签订了停战协议，朝鲜半岛仍然还处在战争状态，火药桶随时可能被引爆。这事儿最担心的是韩国，当然美国也担忧朝鲜半岛的局势，所以也就有了这次的美日韩导弹防御演习。但问题是，这个时间点未免有点太巧了，中俄前一天发布联合演习通告，第二天美日韩演习就开始了，美国军舰就大刀阔斧地进入了日本海了。所以我开头说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只是一方面，更关键的因素还是中俄这次的联合演习让日本不得不拉上美国来进行一波强势回应。韩国更多的可能只是充当一个借口的角色，当然了，尹锡悦肯定也很乐意跟美日一块搞军演的。但要说硬碰硬，我觉得日本恐怕是找错了对手，就算拉上美国，其军事实力也难以跟中俄相提并论。俄罗斯有多硬不用我多说了，普京一直是强人政治，对日本的小手段向来是强硬回击的。而中国这边在中美博弈走入白热化的阶段，中国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早就换打法了，吐出的就是一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日本要拉着美国跟中俄硬碰硬，不好意思，中俄比你还硬。就在美日韩同盟的演习正在日本海上演之际，中国和俄罗斯也开始了各自的行动。据日本防卫省通报称，日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对马岛150千米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海军的电子侦察船，而且通过航行轨迹判断，中国军舰正在朝日本海赶来。而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编队也已经就位了两艘052D 型导弹驱逐舰、两艘054A 型导弹护卫舰以及一艘903A 型综合补给舰，已经通过了对马海峡长驱直入日本海。而这支编队不是其他的编队，正是这次要跟俄罗斯举行海上联合演习的海军编队。而另一边，早前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四艘俄罗斯海军作战舰艇也已经离开军港，正朝着日本海进发，想必现在已经是到了。总之，既然是要来硬的，那中俄自然奉陪到底，而且是以最快的速度。美日韩现在正在日本海呢，中俄军舰也先后进入日本海，反正双方都要演习，打个照面再正常不过了吧。美日韩到时候要大做文章，我们也有话要说。日本海本来就是公海，美国能来，中国和俄罗斯为什么不能来呢？而且日本海本来就是中俄两国重要的战略通道，事关中俄的国家安全，中俄现在要以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名义进行联合演习，请问美日韩三国，这有问题吗？这不符合国际法吗？还是说这不符合美国霸权主义下的国际准则了？不好意思，今天美国的规则在中国和俄罗斯这儿已经不好用了。
寇可往，我亦可往。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